新旧交替，总有一番特殊的象征意义。它给予人们一次机会，对过去进行总结，然后重新开始。这也是踏出前进步子的好机会，把各种决定付诸行动。无论您的计划是宏大还是细小，在即将来临的2020年，照顾好您唯一的两个家，我们的地球和您的身体健康，敞开新的大门，说出美丽的语言，像孩子一样带来惊喜。管住嘴，迈开腿，做更多运动，跳舞吧，与人分享，去梦想，去旅行，去爱，尽情投入生活，每一个瞬间都活出精彩，与所有人享受所有事，理性负责任的消费，减少浪费，循环使用，多做回收，把自行车和公共交通变为您的出行方式。给自己充个电，擦亮双眼，多关心周围的事物，发现附近的美好。希望在冬天，你拥有拥抱的温暖。春风让您沐浴在快乐中，夏天的傍晚为您带来一丝凉爽，而簌簌的落叶声充实您的秋天，展开您的翅膀。努力和毅力将助您达成所有愿望。霍尔赫集团祝您拥有快乐和可持续发展的2020年，致所有有待书写的精彩故事。